空を越えて、ララララ星の彼方、行くとアトム、星空の秋、心優しい、ララララ奏づこと、痛快ありきさ、一番アトム、耳もすませ、ララララ星の彼方、行くと、アトム、星空の秋、心優しい、ララララ奏づこと、アナクドイヤクサ、一番アトム、一番アトム。空を越えて、ララララ星の彼方、行くとアトム、星空の秋、心優しい、ララララ奏づこの、つまいありきさ、一番アトム。一番アトム、耳もすませ、ララララ星を疲れ、空アトム、不安のずんだ、心優しい、ララララ奏づこと、あなくのいやくさ、一番アトム、一番アトム。好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一个，可以算是留学生吧，一个中国留学生。其实我已经移民新加坡了，但是呢，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中国了，因为没有钱啊，没有钱回中国。但是我真的很想回中国哎，我已经好，来新加坡，我来新加坡好几年了，都已经七八年了。我来新加坡都已经七八年了，可是我只回过中国一次哎。真的很想家，这家里没有钱啊，家庭困难。那我真的很想回中国看一看，真的很想回中国看一看啊，去中国大街上，哎，吃吃那些麻辣烫啊，四川麻辣烫，真的很想念中国的四川麻辣烫。然后可以去新华书店买一堆读者啊、故事会啊、知音啊这些中国读物这些真的很好看的这些周刊啊，这些真的很不错。然后在新加坡没有冬天，没有夏天，真的很不舒服新加坡没有冬天，可以回中国体验一下秋天和冬天的那种感觉啊。你可以秋天冬天的时候外面很冻嘛，很冰冰冷冷的，然后你可以躲在床上看电视啊，看什么《探索发现》啊，《走进科学》啊，《今日说法》呀，这些电视节目，躲在床上看这些电视，你说多么舒服的一件事情呢？可是这没有钱啊，也不像很多有钱人啊，他们移民出国可以每年回国两三次，想回国多少次就可以回去，但是我不可以嘛，唉。真的，我已经七八年没有回中国了。哦，不，没有，没有，七八年都在新加坡，我只回过中国一次哎，那只回中国几天而已。那我还要说什么呢？真的嘞，没钱啊，没钱，没钱住酒店啊，没钱什么的，还不够经济独立。唉。
悲惨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没有亲回中国，啦啦啦真的很无聊嘞，算真的很想回中国哎，走走看看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跟妈妈刷刷筷子，洗洗碗。老的不怕儿女回家做多打工闲呐，一辈子土就行，就种个偏偏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给白白缺缺，后背弱弱肩。老人不图儿女回家做多的贡献啊，一辈子拖个心就拖个屁屁儿找点空间，找点时间，陪同爱人先回家看看，带上笑容，带上祝福，陪同爱人先回家看看。妹妹准备了一座好房，爸爸张罗了一座豪车，生活的烦恼跟妹妹说说，工作的事情先爸爸听听，请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来陪给爸爸捶背后会落落肩。老人不同儿女回家做多的贡献啊，一辈子拖个辛苦拖个飘飘金嘟噜噜噜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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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